首先呢，它呢是分成两节式的，两节式大家就知道最划算。然后它一样是那种非常轻磅数的刷毛 ，SML 都可以穿，肚围绝对 OK。然后上衣的话，其实我是做正常领，那它这边整个修正的效果很好。然后你看，整个就是那种很瘦，然后完全不会显得屁股大腿肉肉有胖胖的感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口袋，它就是一个造型感。这边真的很瘦哎、欸，你们这样看，它整个是这样子下来的。你看，菊菊跟我不一样。如果你往后穿，它会微微露，但是我是穿正常。我喜欢往后，又喜欢斜，我就是要露。要露的人，你就像我这样，它真的只有这一段。你不想露的人，有两种做法：一个把衣服穿好，并好。另外一种，里面加个背心塞进去就好了，就这样。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长度？因为我觉得它是比例最好的长度。不会穿衣服、不懂穿衣服搭配的人，他都可以穿一件很漂亮、很舒服的棉套装，并且瘦的，并且身长比例是非常简单。